蛋糕。这个是鱼橄榄粉，我里面就是放了那个牛奶巧克力。辣酱拌饭，面条，这个辣酱就是你单独弄点白面条拌一下都好吃。这个酱就把这个白面条都拌的，哇天哪，超好吃。就有点辣。我这个是拌了用了两罐酱。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
太好吃了。Hello， 今天吃三坨米线。这凉棚是香辣牛肉米线，Mm-hmm.